请看我的身后，一片竹林，很深邃，很神秘。除了竹子，这里还有茶，茶连竹，竹连茶，这儿就是著名的茶山竹海，是当年《十面埋伏》的拍摄地。呼吸一下，啊，空气很清新，对不对？氧气很充足，对不对？这儿是著名的天然氧吧。哎，重庆市永川区的茶山竹海，我们今天的挑战大现场就要在这里开始比赛了。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系列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带同学们到各种各样好玩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那今天有哪些非常幸运的同学能够来到我们的挑战现场呢？我叫王乐彤。我叫周雨彤。我叫江成孝。我们的队名是茶花队。我们的口号是茶花茶花，海纳百川，茶花筑梦，永远扬帆。我是罗丽佳。我是冯欣妍。我是古南希。我们的队名是竹枪队。我们的口号是竹枪竹枪，不苦不累，坚韧不拔，竹枪竹枪，不拼不搏，等于白活。竹枪队，茶花队，颜色很鲜艳。我想问一下，今天你们谁想成为挑战大现场的冠军？我们竹枪队。我看出来了，现在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女生声音真的很大，就没听见你说我们。全场就一个男生，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有。有没有信心不让他们赢你们？有。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比赛规则啊。我们的比赛听好了，一共分为五轮，哪队赢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就会成为今天的冠军，明白了吗？好，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对抗大竞技。让我们一起唱，让站在现场。对抗大竞技，咱们来到了茶山竹海啊，首先得先尊重大家，对你们有敬意，我们以茶开始，好不好？好，在这儿的茶呀，最有名的是秀芽茶，它是绿茶的一种，非常清新可口。那么秀芽茶在哪儿呢？没有，对吧？空着。茶叶就在后面的桌子上，看到没？你们要做的就是啊，每次每队只派一位队员出发，单手托托盘，上面是茶杯啊、哦，爬楼梯，爬到第一级，放入茶叶。第二级，你看那儿水壶，看到了吗？倒满茶杯，盖上，继续再往上，上到第三级，然后放下吗？把托盘放下，如果茶杯里的水不满1/2，这杯就作废了，水超过1/2就记成绩。我们比的是规定时间内以接力赛的形式比赛，哪队最终在第四层呈现出更多的泡好的茶的茶杯，哪队就获得比赛的胜利，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一个速度、耐力，同时还有一个稳度的一个比拼，好吗？好。好，两队，每一棒都是谁都确定了啊？嗯。好，两队的第一棒举手，第二棒举手，好，第三棒不用举手了。好，接下来我到顶上去监督你们的比赛，好吗？好。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单手啊，单手，左右手无所谓啊。竹枪队，你的茶杯啊，倒着是不行的，是犯规的啊。回去，回去，竹枪队，你的茶杯倒了，回去，把茶杯放正了再跑。对，在这儿放正，对，放正，放正，好跑，放正了跑，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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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杯不能倒啊，茶杯倒了是犯规的，知道吗？好，我们看一下啊，满的没有问题，满的。加油！没事没事，加油，你可以的。稳住，我们快点，一只手。快点，加油，你可以的，可以
不行，回去回去，杯子只要倒了就得回去啊。偷偷牌啊，犯规了啊，停，数十秒钟，十九八七六，加油拉头，快点，三二一，走，拉头，加油，加油，赶紧，加油，拉头，加油，拉头，加油，拉头，加油，加油，追上来了，好，现在两队同步了，同步了，来，加油，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快点，加油，走，加油，同志们，同志们回来，同志们快点快点快点，不要浪费时间，快点，不管想是啥，加油，同志们回来，同志们快点快点快点，不要浪费时间，好的，现在茶花队四比三领先啊，四比三领先，行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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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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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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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能行的，好，很好很好很好，稳住稳住，行，快行完，加油加油，稳住啊稳住，好了，现在四比四，四比四，好，五比四，五比四，快走快走快走，快呀，你这是快走快走，快点，加油加油加油，哥哥哥哥，你可以的，好，现在六比五，六比五，插花队领先，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七比六，稳住杯子稳住杯子，三十秒，不要再拉扯，不要再拉扯，冷静点，十秒，十，九，停停，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哎呀，这是最后一点，是不是？好，队员们可以上来了。现在啊，我们先不说几杯，先来看一下杯子里的水是不是够二分之一，对吧？我来检测啊。嗯，都超过了二分之一，对吧？好，再看这边。都过了，对不对？我们来数一下杯数。二、四、六、八。二、四、六、七。有人说这儿这杯。很可惜是吧，但是我们打开看一下，不到二分之一啊，这杯水，所以它不能算，不能算，而且它没有搬上来。那么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第一轮比赛获胜的就是我们的茶花队，恭喜你们，哇，没想到三位女将哎第一轮就一领先了，很神奇，我开始以为你们人高马大还有男生应该有速度优势，可没想到更稳健的队伍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服气吗？服气，服气了，不服啊，哦，又不服气，不服气没关系，下一轮咱们考察的是对茶山竹海的知识究竟有多了解，有信心吗？有，好，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比赛，问答大比拼，第一环节茶花队一比零暂时领先竹枪队，小伙伴问答大比拼，这轮比赛啊，我们采取交替回答问题淘汰赛的赛制，每人回答一个问题，答对了继续，答错了被淘汰，这边答完这边答，因为刚才上一轮是你们获胜，所以你们先回答问题，好，请准备，什么情况，还没轮到你呢，我鼻涕都出来了，准备
请听题：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是哪里？英国、印度还是中国？请选择。不要看别人，不能提示的。注意发源地。怎么可以抢答吗？不可以。中国。回答正确。好，不错啊，请听题，不要紧张。关于饮茶，接下来我的说法当中不正确的是，用茶水服药效果会更好，用茶水洗头可以让头发乌黑柔顺。哦，我可以试试吗？饭后不适合喝茶。啊，饭后不能喝茶吗？我看很多人经常饭后的时候泡一杯茶，喝着茶聊会儿天。请选择哪个是不对的。用茶水喝药，哎呀，我今天感冒了，我得喝点茶发发汗。哎，那顺便两片药我就着茶水喝了吧。嗯，感觉不错。茶水洗头，头发乌黑柔顺，你看我都洗了十多年了。饭后喝茶，这几个哪个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三二一。用茶洗头。你用茶洗过头吗？没有是吧？因为你年纪还小。对不起，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我们吃药的时候不能就着茶水喝啊。对呀、啊，被淘汰了。好，请听题。一道题对手就被淘汰了，没有压力了。我们所说的古树是指树龄在多少年以上的树木呢？50年、100年、150年还是200年？古树啊，多老的树就算古树了。50岁的、100岁的、150岁的还是200岁的？哎呀，反正我觉得要人50就算是算中年人啊，100肯定是不容易，对吧？老寿星了。150，我没听说过谁活到150的。200，别提了。请选择。三二一。100。确定吗？不确定。给我个答案。最终答案是100吧。100是吗？回答正确。啊，不确定往往还能获得成功啊。请听题，请说出我们国家的植树节是什么时间。3月12号、3月15号、3月18号还是3月26号？你看都在3月，因为那个时候植树比较好哈。我要跟你说12月你肯定也不相信。3月12。3月18。其实我跟你想，新闻当中你看每年我们都能听到啊，谁谁谁去哪哪哪植树去了，反正离学习雷锋日不远，学完雷锋之后咱们就植树了。三二。3月18。一。你看你看他。你看他。确定吗？我不确定。最后一次机会。你再念一下有几那几。3月12、3月15、3月18、3月26。12、15、18、26，请选择。谁乱猜的？18吗？3月18，确定吗？不确定。你刚才要哭，你觉得是哪天？3月12。3月12。我觉得是3月12。你们觉得是哪天？3月12。你看看，群众的力量绝对是更大的。3月12啊！两道题，两位就被淘汰了，就剩你了，保住自己啊！加油！好，加油！请听题：下列的植被类型当中啊，被称为地球之肺的是草原、常绿阔叶林还是热带雨林？地球的肺是草原、常绿阔叶林还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你看草原，你看我们一般北方很多草原是不是纬度比较高，相对来说是吧？
常绿阔叶林纬度就稍微低一点了，热带雨林纬度就更低了，在赤道附近都是啊，太茂密了，那草原面积多大呀？哪个？三二一，草原、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三二一，热带雨林吧。热带雨林吧。热带雨林对不对？确定吗？回答正确。请听题。太棒了，太棒了。平常咱们喝茶呀，茶叶的渣应该扔到哪个垃圾桶里？是厨余垃圾、不可回收垃圾，还是其他垃圾？三、二、一。应该是，我就看你口型了啊，一个是，是吧？来，请。好吧，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费劲吧？又不是决定你上哪个学校，只是选择往哪个垃圾筐扔垃圾而已。嗯，快。反正都已经输了。我觉得应该是没输呢，只要你能把他们三个都 PK 掉，你就赢了。加油加油！有可能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多次了。快！其他垃圾。你看芝麻已经定住了，你看。靠我的眼神都，我都。芝麻已经定住了。对，你看他观察多么细。确定吗？好吧，确定。确定吗？嗯。真确定了？真确定了。我给你看一眼答案好吗？算了。正确答案是厨余垃圾。你们赢了！哇，今天的比赛厉害了啊！第一轮、第二轮都是我们的茶花队获得了胜利，0-2落后。那这边竹枪队还有信心反超他们吗？有。呵，有。对，不是厨余垃圾。好，那接下来就看你们的真本事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轮比赛，默契大对决。第二环节，茶花队再胜一局，2-0领先竹枪队。小伙伴一起唱，都站在现场。默契大对决，既然咱们今天要讲茶，哎，得喝茶是不是？嗯。喝茶得先倒茶，在四川，在重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茶艺表演，是吧？嗯。长长的茶壶，上下翻飞，有的时候还从头顶上往下倒，是不是？一会儿，咱们先看一套茶艺表演，然后我来宣布这关我们比什么，好吗？好。好，有请我们的茶艺师来进行茶艺表演。长嘴壶是我国一种独特的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你看，壶嘴细长的铜壶在茶艺师傅手里挥洒自如，表演如同行云流水。铜壶被甩到背后，细长的壶嘴贴着后肩，连人带壶一起前倾。只看到细流越背而出，进入茶碗，茶满桌面却干净利落，并无一滴洒落。铜壶顶在头顶，细流从上而下。冲茶时，壶嘴离杯口尚有距离，茶艺师们却能将壶内茶水轻松倒进茶客杯中，且不会溅出一滴水到客人身上。铜壶仿佛成了茶艺师傅手臂的延伸，这么精湛的表演不禁令人拍手叫好呢。你们以前练过茶艺吗？练过。嗯，就是倒茶而已，没有练那么长的茶。白天练的，晚上练的？上课练的。白天是吧？啊，好，不用担心。白天练的在这关比赛就没有优势，因为这关咱们比的是蒙眼练茶艺，蒙眼倒茶。每队两位队员啊，要蒙上眼睛，一位负责端着茶杯，一位负责拿着长茶壶来倒茶，然后剩下没蒙眼的那位指挥另外两个人怎么样把茶倒到杯子里。规定时间内哪队往茶杯里倒的茶更多，哪队就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明白了吗？明白了。好，
你们有先天优势，你看你们三个人都一般高，对吧？怎么换角色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你看，对吧？谁倒茶？刚才我说他们有优势，其实你们才有优势。你个儿这么高，对吧？倒茶多方便啊！你们组谁倒茶？我。你看。接下来，请两队戴上眼罩，拿上道具，准备比赛，计时开始。等一下。一开始，竹枪队似乎打算让倒茶和端茶的两位队员自行调整，缺少了指挥的命令，他们能顺利配合吗？倒吧，倒是不行的，不能身在里面倒，要有一定的距离啊，至少十厘米以上啊。我们倒，不要倒，不要倒，不要倒。他再不动，你就戳到他了。他得动，你这是尖的。你的手好看不上。我们这里是倒茶比赛，不是击剑比赛，不是计点数的。指挥，指挥。拿起你的指挥棒，哎哎哎哎！好吧，你这个胡子往上一点，往上，往上，再往上，往后退。好，可以了。往后退太退了。你得指令明确，哎，又倒出来了。重新再往前一点。再往右边，好，可以了。你倒一下。调整了指挥方式之后，水总算是倒进了杯子里，可是虎嘴却好像不听使唤一样，连芝麻都忍不住要替我们的小队员挡住虎嘴洒出的水。再倒一下，试试看。哎，听声音好像是对了。我一下你不要倒，好，停停停停停，下一杯。哎，对吧？对对对对对，接下来继续。好，就这样。哎，往后往。不要动，就不要吃这个，不要动，不要动。好了好了好了，好，不要动，不要动。好，我们站好，右边快。我睁着眼，我想接你这杯水都很难，你知道吗？是吧？罗丽姐，你不要动。对，就这个地方，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你是举这杯子特累是吗？举这茶壶。茶壶可累。好，时间到。啊，好累啊。指挥的同学，我先不问，我先问两位，你说倒茶你觉得难吗？难。我感觉你刚才其实是想把它抬起来，是吧？但为什么没抬起来呢？太重了。作为你，洗脸了吧？啊，我想听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就不问你的技术状态了，心情如何？放心啊。能用特别欢乐的方式表达恨，证明他其实一点也不恨。他很快乐。哎，这款游戏你觉得玩得高兴吗？高兴是吧？指挥同学，你觉得你问题出在哪儿了？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描述的语言不是很准确。很多时候我们在指挥的过程当中要把一些具体的情况给它量化，是不是？场上有四杯水，一二三，这半杯是我的，我要再不接，这半杯也会在他的裤子上。好，那么这边竹枪队的成绩是三杯，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的对手茶花队究竟能不能超过他们。茶花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计时开始。对，杯子在那儿了。乐童推一点，笑笑倒，试着倒一下。好，倒，试一试。茶花队一开始打算只移动茶壶，不动茶杯。可是这样的安排能够顺利实施吗？使劲倒，笑笑高一点，歪了歪了，对对对，好，张才那样，张才那样。接茶的人可以动的。上面一点，高，抬高，快点抬高，高一点，高。笑笑再抬高一点。上一点，上一点，你弄到另一个杯子里面了。往上，往上，你的不是你的，这是杆子，要往上面弄一点，杆子抬高，不要太高，低一点，低，你的茶。你可以让端杯子的人动，配合他。右边走，右边，啊，不对，左边，左边，在左边，下面，前面一点。你听到水倒到杯子里的声音了吗？倒茶的同学。控制这么重的茶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蒙上双眼的队员又很难从小指挥简单的描述中获得准确的信息。
其实我觉得你让接水的同学来调整位置会比较好。乐童，你把你的杯子往下。笑笑，你不要动。乐童往下，杯子往下。好，不要动了。好，就是这样，不要动。移动杯子的策略果然起了效果，终于倒满了一杯水。可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倒倒倒。好，还有三十秒。好，倒倒，快倒。笑笑，你不要动。十。九下下下下八七笑笑你的杆子抬高五四三二一停停哎呀等等其实刚才指挥员一直说啊、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他说不要动的时候为什么你总在动呢其实你也不想动就是其实说有时候我们办自己拿着东西说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哎你看你看他自己动你看他你看他自己动的是吧控制不好把握不住哈、啊、其实在他倒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倒的人控制不好的时候接的人是可以控制好的对吧为啥你当时一直要让他动不让他动呢因为他的杯子已经有时候他的杯子已经下不下去了好两位同学请来到场中间哈、啊、现在感觉这茶艺怎么样容易吗难其实就这样吧咱们现在都是睁着眼睛的对不对指挥的同学你觉得刚才他们都没有按照你们的方式来指挥是吧好像请你自己拿起这个茶壶试一试倒一下对站远点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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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好保持不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你看水是不是一直在动对不对好放下来其实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啊和每个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平时可以多进行这样的练习才能配合出默契度才能知道它究竟有多大的偏差对吧最终我们来统计一下成绩刚才竹枪队三杯对吧啊这边茶花队一杯多二分之一都不到所以本轮获胜的是淋得更湿笑得更大声但是成绩更好的竹枪队恭喜你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关比赛，智勇大较量。第三环节，竹枪队扳回一局，茶花队二比一领先竹枪。小伙伴一起唱，让山歌谁唱？智勇大较量，第四关了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接下来是对你们智慧、体能还有团队协作的三重考验。请看，工具就在这儿，当当。一个筐这是干嘛用的你们谁认识啊锄头哎两头对吧嗯你看不是一头锄头就一头是不是它有特殊的用途这是专门用来挖冬笋的在我们的竹海当中挖笋肯定是一个必须会的技能是吧嗯接下来进行挖冬笋的比赛二十分钟的时间哪队挖的笋更多哪队就赢得比赛的胜利当然了怎么挖咱们还没学对吧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你们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学习挖笋技术走究竟怎样挖笋呢今天村里的老乡就带领同学们去找找冬笋的藏身之处首先竹子不能选太老的最好是一两年生的竹子还有就是选择地点在土比较松的地方如果地上有裂缝土块微微隆起松动脚踩上去有松软的感觉就是有笋的征兆最后就是挖笋了挖笋不要太用力要沿线路拨开泥土不要伤到笋就可以了那么掌握了这些方法我们两队的小选手们能顺利在竹林中找到笋吗走这边找不着真的好好找很多的竹子根我们都找了
但是我发现竹子的笋真的好难找。有的是没有笋子，有可能你找三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没有。是没有笋子了，是没有笋子了，是没有笋子了。我先到前面去开路。好小，这里面，严姐，哎，你过来帮我一下，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山挖了之后一看就没有，它应该是埋在地下，顺着根就挖，就顺着根挖。哎，没有，哎，没有，哎，没有，没有，那就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不跟你玩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发现，那我下来吧。下去看看，我下去看看。什么？还有这个。哎，快点挖，快点挖！刚才我们的在的那个土地里有根，但是全部都是石头。啊，太麻烦了。走来走去的，然后又挖一下，蹲一下，有时腿会蹲下去很麻。竹子。哎呀，你快点过来呀！我求你了。老太爷。最开始的话，我就想，哎，竹笋不是很简单吗？就是一挖就挖出来了呀。但是我一开始玩，我就觉得，哎呀，好难找呀，找个根就找半天。那是都可以吧？使点力嘛你。上面没有。哎，这儿这儿，啊，有一个大的，好大。咱们必须挑一个地。你该换一面，换一面坚硬。哎，天哪，终于挖出来了！好像只是把它挖破鞋了而已，也许只是给它脱了几件衣服。咱们绝对不能输给他们。对，咱们往高的地方走。啊，这儿这儿笋都是刚才那个。道理。我们俩在，我觉得还是，我去，咱们这块应该都被咱们挖没了吧？那咱们就去黄队的地去找找。好，走吧。哎，你们怎么跑我们这边来了呀？过去。主要还真是往那跑跑我了。罗丽佳，你赶紧消停消停，快挖。太暴力！好，终于有冬笋了。啊，这冬笋好大呀！你快去吧，你再去找，你再去找。我们拿了这个挖笋机去找。哇，好大一个哎！对吧？好大的。走你。这里有两个根，挖呀！你去找根，快点去。对，我们俩去挖。年龄级太小了，年龄级太小了。赶紧挖！啊是，啊啊！天哪！啊！这次我找的根好粗糙的耶！这个给我，这是我找的根。来哇！这里很大是吧？哇塞！加油！还有！加油！还有！快点加油加油！哎，我捡到一个笋！哎呀，这东西可皮！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终于。相信是我们竹枪队野，你再去找，再去找，你去找。哎，下来了，好大一个罗丽佳！这里有一个，好大。来，我来了。这全部都是些。严姐，你过来看看，这石头还是什么？这里有一块石头。没有了。没有，看来会输。不要说丧气话。对。我在那边找着一处，我也去那边找。我为了挖它手，我都挖破了。
这是我第一次挖竹笋，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挖笋是多么辛苦。这边挖了很多，挖到了很多那种马藤杖，最后挖半天也没挖到。这是什么？我唱的这个很松笋吗？这是冬笋呀。先放吧，你包里去。不要放你脚。就挖出来三个，而且都特别特别大，又连在一起的，就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好厉害，居然能挖出来三个。那你看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孩子，对不对？像不像？是两个大的，一个小的，一家人。好了，应该可以出来了吧？我们不挖一个都没有，一挖三个出来，对不对？来，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你的努力和坚持会回报给你的成功。时间差不多了，队员们究竟挖的怎么样了呢？孩子们，你们挖的怎么样啊？首先问一下啊，你们觉得真的自己挖和看老师挖有没有差别？有。有什么差别？看老师挖非常容易，自己挖起来找个竹笋都难呢。而且我发现鞋子都产生了一些变化，是吧？看老师挖很轻松，是吧？自己挖难在哪儿了呢？首先那些竹笋全部都埋在泥土里的，所以呢竹子根倒是你一挖就出来了，可有的竹子根它没有竹笋，而且你发现了竹笋你也得特别小心，不然你咚一下去竹子断了。那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腰酸背痛的，然后要在那勾着，然后就在那使劲的锤土啊，然后就找啊，就也很累啊。战术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不同战术情况下最终的成果如何。二，三个，四，剩下的这些啊，怎么算？给你算个五好不好？这基本上我觉得，有点太小了哈，算五个啊。这边特别的神奇啊！请把筐拿下来，因为我数不出来了。我数不出来了。没有。好，再看最后这筐啊，同学们，这算吗？这是竹笋吗？这应该倒扣分啊。好，那你们的成绩，看这个啊。可以算一个，一。这不是，那是什么根？根。这应该算是啊，一、二、三。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三个啊，三个。四。五。我猜六，我这不祥的预感真验灵了。七八，竹枪队赢了！你看，竹枪队在挖竹笋这关获得了胜利。其实，如果在最后关头我没有找到最后那三个的话，其实我们是拿的。本轮获胜的是竹枪队，恭喜你们！别急，还有最后一轮比赛。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有。好，最后一轮啊，是一个比拼创意的过程。两位同学，要看看你们谁更有想象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关——创意大测试。第四环节，茶花队和竹枪队2-2打平。小伙伴一起唱，要站在现场。创意大。是。
这个帐篷真不错哎，仔细看一下什么材质？木质的。木质的。哎，木没错，竹子也是木头嘛，对，但是竹制的啊，一个竹子制作的帐篷。你看这边是不是很多竹子，对吧？其实里面呢，是一个竹子的工艺的一个工作室，在里面有很多的用竹子制作的工艺品，可以用到竹叶呀，各种各样竹子的部分。那么今天的最后一关创意大测试，要求两队用竹子作为原材料，竹子身上的什么都可以用，主题自己来选择，做一幅创意拼贴画。哪队的创意拼贴画赢得更多大众评委的青睐，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当然了，我们今天的大众评委都是在这个工作室里工作的老师们，所以他们是很有发言权的，好不好？好。好，那做好准备，比赛马上开始。竹艺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看似很普通的竹子不仅可以用来编织成各种生活用品，还可以做成各种有趣的工艺品。你看，从竹篮到各种逼真的小动物，竹艺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手艺，将竹叶、竹丝等简单的材料变成一件件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品。比如这只竹子制成的蜻蜓，靠着它巧妙的设计，只需要一个点就可以立在手指上。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海底世界，整个天地，海在天上，云在地上，画鱼，然后可以在天上飞，然后人呐、跟动物啊，这些大家在一起生活着，对，可以吧？就这样，倡导保护环境，然后人类跟动物是好朋友，大家一起和谐生活。竹枪队准备制作一个奇思妙想的海底世界。哎，这里有铅笔，我们可以来大概的画一下，那个可以是个方形的机器人，对。蓝鲸肯定要跟这个人进行对比，还有上面这个鱼。他们先用细软的竹条弯成了一条鱼的形状。拿颜料来补眼睛吗？还是拿钉子来当呢？还是拿竹子来？肯定是拿钉子的呀。钉子来当眼睛？对啊。钉子啊？不，它不单着，它就会像刚才那样印在他的眼睛上。接下来用一片片的竹叶贴上去，就像是鱼鳞一样。这金鱼不像金鱼怎么办？就不是金鱼，就不是金鱼，改成机器金鱼。机器金鱼。我觉得如果房子放在这边的话，人和恐龙就可以在这边玩耍，然后呢就可以，因为我们要突出的不是房子，而是中心的恐龙和人和睦相处的一副样子。茶花队的主题也是大自然，不过他们加入了恐龙的元素，似乎要给大家呈现中生代时期的地球家园。这一堆草呀，我觉得，对了，这堆草不是比枯叶更适合做球吗？间谍。看来竹枪队的小选手忍不住过来偷师学艺。现在茶花队已经开始丰富画面的色彩，并进行细节的修饰。除了竹子，他们用起了画笔，在作品上适当的加入了一些色彩进行点缀。而竹枪队也利用三种竹皮不同的材质特点，巧妙地填充了未完成的部分。两队的作品都已经完成了，到了紧张的投票时刻了，请看我手上的一只竹蜻蜓，它会成为你们的票，票在谁手里？就在我们的大众评委的手里。看一下，嘿嘿，每人一只。评委们，一会儿两队同学要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听完之后你们认为谁的作品你们更喜欢更青睐，就请把自己的蜻蜓放在他们的作品上，好吗？好。两队谁先介绍自己的作品啊？我们请竹枪队开始。评委老师们好，我们这幅画的名字叫做《人间仙境》。我们这幅画的主题就是让人们要保护大自然，然后呢和动物们和谐相处。它头上还有一个特别的标志，就是另外一个爆炸头。然后我们这里还画了一个房子，然后其实就是
想跟前面这整幅画然后形成对比，然后以及下面的叶子呀，就是绿化环境，还有旁边的树都是这样，还有天上的星星，就显得特别的梦幻，然后就很美。好，接下来请我们的茶花队来介绍。我们这幅画的名字叫和睦相处，这幅画的主题呢就是中生代的恐龙和人现代的人类动物们一起快乐生活和睦相处的样子。正是因为恐龙和人们可以和睦相处，所以我们就用了非常多绿色的叶子来装饰它们，让这些作品将它呈现在画面上面。好，老师们，现在到了你们行使权力的时刻了，队员们请捂住眼睛，不能看啊，不能看啊，也不用转身了，都捂住眼睛了。老师们请投票，放蜻蜓吧，捂住眼睛啊，捂好了，给我们，给我们，求你们了，给我们吧，给我们吧，给我们吧。我选择的是茶花队，我特别喜欢这组的作品，它的画面比较饱满，特别有张力，而且它的里面的人物做的也比较可爱。哎呀，蜻蜓飞，蜻蜓飞，蜻蜓飞到哪里了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哦，场上有一队有三只蜻蜓，有一队有两只蜻蜓，你们认为你们队几只蜻蜓？三只。把我这只加上就三只啊。好，我数到三就可以睁眼了，准备，一二三，请睁眼。你们赢了，茶花队2-3落后竹枪队。好了，通过五轮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成绩。很神奇，这边茶花队两轮比赛2-0领先，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后面的三轮啊，全让这边你们获胜了。所以我来宣布一下，今天获得挑战大现场冠军的就是我们的竹枪队，恭喜你们！好，送给你们我们冠军的荣誉证书，恭喜！不客气，恭喜！祝贺！不客气，加油！我们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节目是这样的宗旨，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挑战。两位同学，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开心。有收获吗？有。下次还想来吗？想。好，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也想来挑战吗？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